超开心的，因为拍戏其实蛮辛苦，然后又远离家，然后很想念自己的狗，然后今天有活动可以回来，就是一举数得啊。但是昨天狗有跟我发脾气，就是把我的不知道是从哪里咬出来一块海绵，咬得我整个房间都是。对，可能我太久没有陪它了。它的脾气应该也是遗传物。遗传是我生的吗？可能有样学样啊，有样学样。对，今天很热，很热，非常热，所以更每一天的天气，然后每升一度都是在警告大家，就是地球真的不是我们以前认识的地球，所以大家要趁现在赶快爱护它，然后把它，因为像臭氧层我们都可以让它恢复了，所以一定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努力让地球更好的。想念台湾的一些朋友和家人，有想说把时间缩短一下吗？不行啊，因为拍戏的这个期程是一定的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大概到九月底吧。对，所以会努力。那中间希望也可以多一点活动找我，让我可以回台湾。这些是不是在后菜鸟的时候穿过？对，在后菜鸟的时候穿过，就因为在后菜鸟穿过，发现。哦，原来现在很多的鞋子是越来越讲究环保材质的，不只是车子了。车子开到大概10年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分解，所以我想这个鞋子也是有这样的意义的。然后我觉得这样很好啦，就是它既不会占就是垃圾的空间，然后它会自然的分解，是相当好的一个概念。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东西都可以往这个目标去发展啊！今天这样出席也是跟我的理念、跟我的想法有很贴近的意义。刚刚脱掉外套这个桥段，你原本是计划好还是就是？没有，我真的太热了。然后一方面早上才去健身房嘛，原来是有心机的，是有心机的。那就没看到粉丝了。很久没看到粉丝，对，他们很久没看到我，对，有一阵子了。然后今天没有身旁没有珍珠小陪伴，但是有粉丝陪伴，就也满足。有点想珍珠小。有啊，因为他前阵不是跟前男友去。对呀、啊，这样可以吗？要吃醋吗你？天蝎座最会吃醋。对啊。你想问哪一题？什么谁？捡钱。捡钱。是有人盗我们一些钱吗？哦。别人的钱不要拿、啊。不是你赚的，搞什么？俄罗斯没钱吗？好了。穿好了，赶快还来，还有2000万是不是？500多万。还有500多万啊、哦！好了，算你有良心啊。但是也一方面说明了我们台湾的警察蛮厉害的，对。然后，虽然平常就是被监视器拍到的画面，有点对艺人来说是蛮恐怖的，但是在这个时候弥足珍贵啊，就是这些监视器的画面这样，所以刚刚还来500万。穿这种环保鞋可以消一些业障吗？为什么？可以啊，这个跟好，讲到宵夜障，就是不要，千万不要去放生啊，会破坏自然生态，而且我现在汗水淋漓的，对，然后差不多了吧，差不多了，会宵夜障吗？会，就是注重环保，就是让大家其实过得蛮开心的，因为你知道你在做的事情是对你的环境有帮助的。希望大家有没有知道那个从小就要培养环保的观念呢、啊？这是我真的站在这边所最想要传达的东西。